这爱莲也太强了吧！二级单杀李元芳，逆风翻盘，没有辅助还挂机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这一局是王者局排位赛，像射手的话啊，小龙这一边也就是艾琳这种射手能拿得出手了。因为为什么说小龙爱玩艾琳呢？因为艾琳这个英雄现在这个版本呢，我觉得是可以的啊，很强势。为什么说有的人他就玩不太好啊？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玩到艾琳这种精髓，知道吧？这一把居然队友给我这个射手位置，那咱这一边跟我对线的是啊李元芳。大家都知道李元芳这个英雄啊前期很强，但是你们信不信我待会儿要拿他个一血打他的话啊，用一技能对吧，远程消耗打李元芳。注意什么？他只要挂一，不管是挂到你身上还是挂到小兵身上，对吧，你就直接拉开就行。他挂到小兵身上你就上去打一套，挂到你的人身上你就拉开，就这么简单啊。艾琳他不是说只能打虞姬啊，他这个射手你看到没有，还有暴击啊，前期的话很高伤害啊、哦、二技能哎过来打一技能打出满额伤害，你又能如何呢，又能如何呢，对不对，你这不就没了吗？兄弟们，他对自己的伤害太过自信啊。我这个狂暴你以为是带的是好看的呀，我的狂暴是什么效果他大概不理解吧。好，这一边打打小野怪回复一下血量，等待他的出现啊。对方的打野在下路，我刚看见他了，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啊。这个鸟，这个叫什么拉可露露，像这种打野他是能秒人的，我刚说完呢，这还不是一换二吗？兄弟们这一步不亏呀、啊、这都杀不死吗？一个二技能漂亮，再一个一技能起飞，哎，再动冰冻一下，哎，这个三个人都死掉了，全是他的人头啊。这一局我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啊，现在这个甄姬拿三杀的，人家选安琪拉了，人不在，然后跟那儿啊，系统给他自动选了一个法师。我一玩射手为什么老天爷要这么对待我，我每次玩射手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辅助啊，啊，这咱都无所谓，对不对，你只要认真玩啊，什么辅助都是一样的辅助，对不对。好，这边李元芳他这个已经领教过我的伤害了，他应该是不敢出来了，那咱这边等兵线汇合啊，但是还是要小心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发现他们打野的位置啊，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好，这边清兵线，猥琐清兵线，我怕倒是不怕他啊，我这边我怕对方打野，他一直没有露视野哈，在中路露视野，那咱这边过来对吧，想打一个消耗，但是李元芳这边很打得挺稳的、啊、他好像知道我们这边有人来了。小伙伴们这个时候要注意啊，可能他们那边也有人过来了，所以说要谨慎一点点。好，这边他二技能起手，他这是要打呀，哎哎，我说他怎么敢呢，原来是对方的人过来了，这甄姬怎么不跟那儿站着不动啊，兄弟，你是要看我死了之后再出来是吗？这一边我这边不行了，他挂机了吗？这个人，哎呀我去了，真的是雪上加霜啊，挂机了。你说我一个辅助吧，不，我一个射手吧，没有辅助就算了，然后还整这一出挂机，你这让我射手怎么打呀，兄弟们呐，这也太难了吧，这个游戏现在的环境都这么恶劣了吗？这边还在打还在打，他好像挂机了，看到没有，不动了，那咱这一边只能自力更生了，就猥琐吧，这边把龙清掉，然后把这波兵线收掉之后，安琪拉的位置，女人方看见了二技能起手，他要打我一技能过来，哎，大招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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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个拉可露露这个小鸟儿真的是太坏了，老等着我，我不出来他好像不上似的。这边橘右京呢追不到了，你是这个人一出来又站着不动了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，兄弟啊，你要么你就回去挂机好不好啊，你这么搞事情的吗？这赢一颗星多不容易啊，小龙真的是把把 MVP 把把有的时候败方啊，好不容易赢一颗星你就
就这么演我是吧？哎呀，这就是难受啊，难受的一匹。然后这边把兵线收掉。玩过射手的都知道啊，没有辅助的情况，射手是多艰难，对不对？这个李元芳，我不是我怕他啊，我是不知道小鸟啊，小鸟露视野了，但是他跑了，没有射手啊，咱就猥琐发育啊。然后队友这边也还行吧，到现在为止咱的这个数据，哎呦，这边阴着我呢，我大招一开，躲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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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边走一边打，一边走一边打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哎，我还杀掉了，把他这个辅助两个人看到没有，杀我没杀掉，我还反杀一个。这才叫是艾琳呐，这才是射手啊！安琪拉过来又把这个李元芳给收掉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很有意思啊！然后这个辅助跑到中路去了，又动起来了。这个人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个人是不是演员呢？玩射手真的没有辅助真的好难啊！哟哟，鸟儿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啊，橘右京也在这边，那应该哟，这安琪拉你在干啥呀？我知道你是按错了，呵呵，所以不要紧张，不要激动吗？这辅助，你干什么？你一个人，你要？我不管他，我赶紧发育啊！这个人感觉有点问题啊，时动时不动啊，一点竞技游戏的精神都没有。好，咱这边拆掉下路一塔之后，转战中路。团战正式开启啊，节目正式开始。这边一技能大招，哒哒哒哒哒哒，鸟儿，这伤害太离谱了。哎呦我去，我这边不行了，我得走了。我一玩射手，这输出环境简直离谱啊！完了，巴比扣了，这花木兰把安琪拉杀了，是那个孙策也死了，那个鱼这个甄姬也没了，橘右京刚刚也死了。兄弟们，又喜提逆风局了呀！对于小龙来说，这不是家常便饭吗？那这样的话啊，兄弟们，我必须得认真了。这一把不认真，赢不了！不是吧？这家伙没有签小名，这伤害都这么高。哎，这个法师刚还想抢这个人头，啊，明显被他打死了嘛，差一点点被他抢了这个人头。这个时候他动了，你关键的时候你不动，你抢人头的时候你就动了。好、哦，这个船孙策漂亮，不要给他法师人头，对，非常漂亮。前期还拿了三，还捡了三个人头啊，本来是橘右京的人头，他给抢了，他给拿了。好，这边对方损失三个人，咱这一波又打回去了。看样子这一把应该是还不好说呢啊，还不好说。这边上路有兵线，好，主宰一拿啊。还可以，虽然说咱这边有个不稳重的人啊，不稳定的人，但是咱这边的其他人啊，其他队友都还玩的比较好。这边啊，空中一个普攻直接拿下 A 塔，拆掉 A 塔，你现在只注意鸟儿就行啊，玩射手你只要注意谁会针对你，谁会把你秒掉啊，他要不出手你就不要出去，明白吗？特别是像这种拉克露露这种鸟啊，这种打野他真的会秒人的，兄弟们。我想拿个红，那边又打起来，安琪拉橘右京又没了。兄弟们，你们打架的时候能不能看队友位置呀？这孙策刚刚都没有在啊，他们就打了。这无缘无故又被人打回来了，这一波得守一波塔了。这样我发起一波试探性的投降啊。这边只有四个人点，那只能说明这个法师他已经退出游戏了，挂机了。现在玩的是电脑啊，不是他自己在玩。待会儿出去我一定要狠狠的举报他，真的是太搞事情了。我不玩射手你随便挂机随便演啊，玩对抗路跟我没关系，但是玩射手你搞个辅助，搞这么一个鬼辅助还挂机，你真的是想让我怎么玩啊。好，这边花木兰两个人碰见了，大招丢上了，然后这一边花木兰一闪带着对方，我放了辅助，这都能跑吗？还得我来收尾擦屁股，真的是我要疯了。兄弟们，我12分钟5-4-5，我这个完全就是靠自己的血和汗啊，一个人头拿下的，真的是不靠自己，只靠不靠别人，只靠自己。自从这个 AI 啊
甄姬接手之后，我感觉他丢技能都比较准，你刚刚看见没有？还不见得能输啊，不见得能输，不好说。哎呀，这橘右京，哎呀，这橘右京，这小操作秀的啊，可以。有我当年脑血栓的那个操作啊，呵呵。好，这一边，这一把要认真对待，不然的话啊，真不好打。虽然说咱现在啊有一个人挂机，但是我相信啊，像这种局咱也遇到过，对不对？只要认真对待，还是有逆风翻盘的可能。只要等我艾琳装备成神装成型了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对我艾琳这个射手啊，因为我艾琳是我射手最拿得出手的了，可以说是啊，是最有自信的了。好，这边看这射手，这打野把红给不给我？给我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对射手的一种肯定，对不对？很难得啊，很难得。这种难得的程度，我想大家玩射手的应该都知道。好，这边要开吗？要开吗？不开啊，不开，等鸟玩，我等鸟玩啊，他不飞，我不出。好，这边不行了，我这边直接射，我被加急了，我被加急，往这边拉扯，极限拉扯，点，我过来再退，哎呀，我去了，一点输出环境没有，真的，全靠自己找啊。这边橘右京还秀完了 BBQ， 哎呀，这个操作真的是脑血栓的，哎呀，好难受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！不会一波吧？孙策还有三秒啊，应该还有，只是掉高，只是掉一个下上路高地吧。安琪拉，快，把兵线收掉，漂亮！孙策，你不要去送啊！你为什么要送？你把兵线收掉啊！这个一般逆风局啊，人像一般的选手来说，心理承受压力啊，就说明他。这个人像孙策这个人，他就心理承受不太好，打不了逆风局，知道吗？就很一般，他的水平应该是属于能否看出来他是一个高手啊，高手就是在逆境中求生的啊，就是高手，就是一定得稳，不要乱，像刚刚那一波那个孙策，对吧，他就有点乱啊，就瞎打了，一定得看机形势啊，这一边一定得让那个鸟儿踩完之后你再出去啊，注意不要被他再给秒了啊，他这个人现在能秒人，他现在的经济非常高，已经六神装了，他看这个红给不给我，给我就是给我的肯定，非常漂亮，兄弟你给我的肯定，我这一把我必须认真对待，好不好？我也给你一把肯定，好，我只要保证我安全距离不死啊，自己像我这种没有辅助的射手的话怎么玩，必须自己找出路，必须自己找输出环境，输出环境啊，不要莽，千万不要莽，要拉扯，明白吗？注意看我的操作，妲己那边过来了，往这边跳，先不要第一个上，好，这边孙策死掉之后，一技能挂上，好，安琪拉这一波极限距离可以，非常漂亮，一换一不亏。这边鸟儿要打我，我这边拉开，哎，看到没有，极限拉扯，就是不要给他碰到你，给一个安全距离，明白吗？这个掌控好，这边妲己落单，那他没了，看到没有，这才叫伤害，兄弟们，我每次玩对抗路碰到的艾琳都是刮痧啊，但是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逆风局的艾琳伤害有多高，对不对？这一把最重要的点在什么位置知道吗？就是这个拉克露露啊，他只要踩完人，你这一边直接上去输出，任何问题都没有。这一把其实不好打的点有两个，一个是妲己，一个是拉克露露，这两个英雄都是艾琳比较怕的，因为他都能秒他，但是这个妲己呢他没有起来，知道吗？没有像那个拉克露露那么肥，所以现在不必要怕他，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啊。好，他踩了，那复活甲起来，大招准备，直接射死，出来就死，好，那我无敌了，这一把不好意思收割了，点追着点，花木兰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妲己过来往后拉一下，不要被集火，李元芳去上路带线，看到没有，这个李元芳他只配带线啊，他打团打不了，为什么？好，这边金身起来死，大招一开啊，直接收掉，为什么说他打不了啊？因为前期的水平就看出来了，他跟我不是一个级别的，打团他我一套我能秒他，你们信不信？这一波能不能直接一波，兄弟们，这花木兰我直接点，我大招怎么用不了，哎呀，我却忘记了有层数的呀，他这个前期能用，知道吧，你等级越高
学那个满级之后，他六层好像最高得高于六层才能用。我刚刚就注意这个大招这块去了，忘记这个花木兰那个。这花木兰确实让我意想不到，一个一闪吧，好像是还是二闪呢，给我控制的，然后反应不过来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看我啊，我现在已经是六升装了，只差一个专精升级了。我现在伤害绝对是够的，只需要什么打团战的时候让纳可露露，对吧？不注意到我，然后这一波团战就能赢，你们信不信？我伤害无敌爆炸这一把。好，这边我一直给信号经济经济，注意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人必须得认真对待一下啊，把这个人弄死之后就好打，对吧？给队友一个这个信号啊，他要踩我，他要踩我，没关系，没被我秒掉，那这边他死了。对不对？往后拉，往后拉，一边走一边射啊！看到没有？这伤害，专精装一出，直接啊！你看到那个人他的血量是怎么掉的吗？就瞬间就没啊！对方李元芳还能有时间给他叠一技能四层被动吗？那不可能啊！准备这一波准备拿个主宰，但是这个二十分钟了快，龙王要刷新，但是不能打这龙王，对方三个人二十秒复活，这一波有兵线，孙策开船过来了，啊！直接撞，哎，漂亮！我跟上，我这边一个，对吧？一个一技能高人减速，花木兰跟后边想清兵线，他不敢了，他不敢了。那这波直接拿下，兄弟们，有挂机没有辅助，那又能如何？这还不是逆风翻盘，敢敢担当，轻轻松松拿下胜利吗？最强王者六颗星，评分第一名 ，MVP 8.3的评分，虽然评分不高啊，但是起到关键作用就行，对不对？这个甄姬啊，必须得举报一波，兄弟们，直接点挂机无操作，直接扣十分，兄弟们呐、啊，兄弟们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关注哟。